完了也就5-5开，我觉得差不多。等我啊，等我10把之内，我将超越国服第一的水平。10把之内，上把那个人好像劫挺厉害的，我发现，要不我们也来个劫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呢？但是这个装备好像不太适合劫呀。明咒是什么呀？现在他是刺客吗？劫劫不是刺客。加攻速。我们先上个皎月的，这个装备明显我们应该玩个什么呢？应该玩个法系的。现在无尽法爆好像有8个不暴击，那我们就法爆法爆，配个蓝 buff。菜比反应还得慢，那你不能谁一开始玩都特别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不得慢慢来吗？每个人都得有每个人强项。我说实话，我以前玩云顶之弈啥样，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，兄弟，那超凡大师摆上的呀，菜比手速还慢，这玩意儿那不得是慢慢来吗？对不对？好长时间没玩了，那你总得适应一下。
能不能讲讲 S2 超凡大师的故事？我都不用 S2。搞得好像现在没看过直播一样，真是的。有这么多人是新观众的吗？有多少个呀？办个卡吧。我 BGM 都为之颤抖，都卡住了都。漂亮，我先出去，我来个大棒子。哎，是不是因为我开了加速器的原因，所以说这个 VGame 打不开呀？怎么不出来呀？这波该怎么办呢？我想一想啊。我说实话，皎月现在我感觉应该卖了。嗯，我把这个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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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炮，我拿一手。积木我给留着。拍着包女，这边能赢不？这边输了我把劫撇了，这边能赢的话我就不撇了，我就够呛。那塔姆跟个鬼一样。这波升不升呢？这波不升了。嗯，这波不升了。我们打了一个挂机的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这很漂亮。积木660可以啊。回手吧。给个大棒，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双法棒。
这样吧，怎么的呀？这云顶之弈操盘大师有问题吗？新观众啊，我现在不，我就发现啊，就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证据，有些人就会老以为我是瞎掰的。还有没有话了？这回，这就是上个赛季的，也就是刚改版之前，有没有问题？还有没有话？我说我超凡大师有没有问题？我超凡大师有没有问题？到底？这是 P 的，别信！你放你妈屁！这他妈的，我这客户端那玩意儿了，你跟我说 P 的？是我的号吗？那孙悟空点 Z 是你呗？那我是不是得给你找点录像了？还得，你要这样子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我也就不跟你说了。可以积木，哎，积木。我们这把往两个方向发展，第一，我们走龙魂，第二，我们走山海绘卷，啊，我们往两个方向发展。这波应该是输定了。哎呦我操，这瞒着，这瞒着有点那上单瞒着的意思了啊，这瞒着。正好我们掉点血，拿了一个女神之泪，下一波开始连胜。我决定拿个铲子，龙刀也不是不行。我来上个分女儿，上个火蓝啊，上个泰坦吧，上个泰坦。这个铲子大棒可以合成龙魂，女神之泪可以合成法师之帽。吓我一跳，魔法师的安妮儿能不能用？不用，我们找露露龙王啊，我们找露露龙王，要么就找个龙魂的，我们不要这个
这个安妮儿。把卡特先喷死，套个盾。这老一胜一败，我有点受不了啊！福星卡特稍微有点意思，嗯。我们坚决不要啊！这把我是必吃鸡儿的，给我来个女神之刃和大棒。我们坚决不要这些歪瓜裂枣，不要。他的龙女也带龙爪啊，我要龙魂重秘法师天选，是不是无敌了？是不是无敌了？我想问一下子，有没有无敌？我们拿个锁子甲给它转成重装，这样我们重秘就有了啊，山海我们也有了，我们无敌了。
差一个大虫子，把龙女小炮火蓝给他撇了，然后我们找到一只大虫子就无敌了。我们现在急需一只大虫子。腰这咱就不要了啊！老母驹一个人能不能打得过这卡特？好像差一点啊！请问大虫子在哪里？这也不行啊，这六密好像不太行啊。芬女儿已经生了，芬女儿。哎呀，六密不行，腰着撇了吧，还是上布隆吧。这个阵容里边，到底是芬女儿不要，还是猫不要，还是老头不要？你们觉得？无敌了，芬女儿已经删了，我觉得得要啊。游戏结束。如果我这把都还打不过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这个阵容是真的垃圾，没毛病吧？如果还打不过，那说明这阵容是真垃圾，咱就下回咱就别玩了。右装给泰坦，不给虫子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哪知道右装给泰坦呢？早也不说，你说，我们这把找个三星妮蔻。现在差个建模，把布隆给换了。
阵容没啥虚区呀，怎么会把人给打死了呢？就这妮蔻有这么厉害吗？我们升级还能上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还能上个斗士、禁夫，还能上个御剑仙儿。八级三星概率是多少？哦，对，上个奥恩可以啊。这卡特也不掉血呀，打人呢？这卡特打人掉血吗？这？这不吃鸡儿了吗？我一看呢，这波我并不知道拿个什么，我觉得重蜜不行，就离子火花不得，一定有人想让我拿科技枪，虽然我不知道科技枪给谁，但是一定会有人让我拿科技枪，所以我们拿个科技枪。那么请问这个科技枪给谁？谁样的？我也不知道谁样的，但是一定会有人让我拿科技枪的，我知道。那么这个科技枪咱们给谁？泰坦科技枪。泰坦，这沙米拉打人也不掉血呀，这沙米拉完了，没虚区了。这沙米拉打人也不掉血呀，这沙米拉，哎呦我这禁夫居然入了我一波，没关系。咱来个剑魔，我小弟一波吧，我把那泰坦或者是那个，哎，我把那泰坦，我是升还是递呢？我把妮蔻递到三吧，顺便递到泰坦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行，大帝。妮蔻升三，泰坦升三。哎呦我操，这一个爆。布隆三了，不要布隆，我们要剑魔。兄弟们，下边的大地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神，好吧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神。喂，啊，不需要。嗯，别贪了，我相信自己，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要妮蔻跟泰坦了，我不需要这波补地，这波地知道吗？我不需要。我的速度绝对是够的，兄弟们。
我好像能上个猩红之月。升级。这还不吃惊啊？奥恩上椅好像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就配个轮着吗？决定了。就配个轮着吗？这把看一手站位，这家伙给你们狠的。这不好使，崩死！不要剑魔换奥恩，我没有奥恩，我怎么换啊？虚空换装换人。三个龙牙都打过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狠，因为玩的人狠。别跟我说为什么，我一开始也想问为什么，嗯，为什么？这把给我吃鸡儿。很显然，这波应该拿大虫子，我们的虫子升二。可以，我们需要这波虫子升到二级。我太他没拿，我操了！你看弟弟快了就容易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弟弟快了就容易这个样子，就不能弟那么快。哎呀，奥恩不要，我们留剑魔，这个盾啊很重要，这剑魔这个盾，奥恩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奥恩也就是能打铁。他能打的装备现在已经打不出来了，我们要他没有用。不要，剩一个五滴血一个一滴血，下边直接双杀出个大虫子，游戏结束。上装备，游戏结束，吃鸡儿。
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